循序渐进，循序渐进嘛。折扇，难道府中进了窃贼？什么破柴火，怎么就燃不起来呢？公主，助燃得需要一把扇子，火才能点旺。扇子。王妃，你忙你的。嘿，就是你了。是不是有山水画的那一把？对，就是那把，一直摆在那儿。我昨天我烧泥人时拿到膳房去助燃了。生火，所以就借来用了。李明月，这可是大事无天里的遗作，你就这样给他毁了？要不再找人画一幅？都说了是遗作，你没读过书啊？有没有可能再找人修复一下，换个扇骨什么的？要不我找人给你临摹一幅。简直对牛弹琴。你说谁是牛？一把破扇子，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你没收我的干果蜜饯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拿大师的遗作和你那些干果蜜饯相比，谁说你的扇子就比我的干果重要？难道你的喜好就一定比我的高贵吗？哼，舞文弄墨自然是比你那些吃吃喝喝的强多了。是你始终高高在上，眼里只有你自己。你。